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第22卦三火壁啊，不惊不觉学到第22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背到那个卦？因为我是每天都会背两遍的，就是早上一次1到64，晚上睡觉前一次1到64。那么我也会训练自己，就是一看到那个东西就要想到是什么卦，一看到那个物件就想到什么卦，一看到人有什么动作就想到那个卦，甚至乎看到一个动物呢就想到什么卦。所以呢，时常训练自己，给自己的脑筋越来越灵活。不论是你是小朋友也好，你的年纪是中年或者是老年也好，你要学卦，你就要真正学懂，你要背它。你只有你背熟那个卦了过后啊，在你脑里面，在你的骨髓里面呢、啊，那么呢，第一可以肯定的，你不可能会得老人痴呆症，这个是第一，一定最重要的。然后第二呢？脑袋灵活的人呢，通常都是长寿的。你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那个第七任首相就知道了，到今年都差不多99岁了，明年是100岁了。每天也是看书，看大量的书，然后吃饭吃3分饱，脑筋一直在灵活，一直在动。所以呢，脑筋一直动的人呢，通常啊都是长寿的。你可以试试看好吗？来，今天我们学第22卦的三火壁。山下有火就是叫壁卦，但是这个光呢，因为它在山下，所以呢它不是很光，只是个小小的火，所以它只能够亨小利有攸往，只能够有小的利，不可以有大的利。好、火三火壁，初九壁其子，舍车而图啊 ，OK， 没有啊，不好意思啊，有人送东西来。来，第二，壁其虚，为什么是虚呢？你看这边到这边好像一个小型的仪卦，好像小型的三雷仪，你看吧，三这个是三，下面是雷，三雷仪就是嘴巴，嘴巴这边有两条，我在这边，所以是壁其虚。好，壁其虚。然后第三呢，壁如薄如永贞吉。第四呢，壁如薄如白马汉如飞寇昏垢。第五，壁与秋元素薄渐渐令终极。第六，百壁无咎。所以呢，这个壁卦你看，壁五个都是壁、哦、很容易记不了的，这个没有难的，一下子进去了。好，现在我们就从第一卦背到第21卦四合卦。来，眼睛关起来，我呢放一下这个麦克风，眼睛关起来，开始啊。乾元亨利贞，潜龙勿用，现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子终日前乾，细涕落利无咎，或月在宴无咎，飞龙在田，利见大人，亢龙有悔。二坤立聘马之争，先迷而后得主，吕双兼兵至直方大，不惜无不利，韩章可争，或从皇室，无臣有忠，跨狼无咎无欲，皇赏元吉，战龙在野，其血咸黄。三水雷尊，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见侯，盘亨利居贞，利见侯，尊如瞻如乘马班如飞垢昏垢，女子贞不至十年乃至，既禄无余，君子饥不如舍，往令乘马班如求昏垢，往吉无不利，尊其高，小贞吉，大贞凶，乘马班如气血连如。四山水蒙亨，非我求同盟，而是同盟求我，出四告再三度，度而不告，利贞发盟，利用行人用说自顾，以往令包蒙吉，纳夫吉，子客家，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功无忧虑，
困蒙令同蒙吉积蒙不利为寇利欲寇。五水天虚有辅光亨贞吉利色大川虚与蛟利用恒无咎虚与沙小有言终极虚与泥自扣字虚与血出自血虚与酒食真极露与血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极。六天水送自替终极终凶利见大人不利色大川不容所事小有言终极不客送归而道其意人三百户无声时就得真利终极或从皇室无成不克宋既复命欲安贞吉宋元吉或系之盘带中招三夺之弃地水师真藏人吉无咎处师以律匹张兄在师中吉无咎王三系命师或与师兄师左次无咎田有情无咎立直言长子率师弟子与师真凶大师有命开国增加小人勿用八水地比及袁氏袁勇真不灵方来后夫兄有辅比之无咎有辅迎佛终来有他吉比之之内真吉比之非人外比之真吉贤比王用三区四前情一人不借吉比之无守凶OK thank you、啊、又有人来送东西啊，不好意思来九风天小序卦小序自我西郊密云不语夫妻道何其咎及千夫及余托父夫妻反目有辅血处地处无咎有辅连炉父与麒麟不独父也既与既处赏得灾父真利月即望君子真凶十天泽吕虎尾不迭人亨素吕往无咎吕道谈谈幽人真吉秒能事跛能吕吕虎尾迭人凶五人位于大军吕虎尾色色终极怪吕真令四吕考祥其选元吉十一地天泰元亨吉亨小往大来拔毛如以其会真吉包荒用平和不暇以盆王得赏于中行无凭不波无往不复坚贞无咎勿虚其辅与时有辅偏偏不复与麒麟不借以辅帝意归妹以子元吉臣父于皇互用师自意高命真利天地匹之非人不利君子真大王小来拔毛如以其会真吉包成小人吉大人匹亨包修有命无咎臭离子修匹大人吉齐王齐王系于包商清匹先匹后喜十三天火同人卦同人于野利色大川利君子真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中令父勇于莽甚其高龄三岁不幸甚其勇匪克功及同人先号逃后笑大师客相遇同人于交无悔十四火天大有卦元亨无交害匪咎兼这无咎大车已在有攸往无咎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匪客匪其旁无咎绝辅交如危如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十五第三间君子有忠亨谦谦君子用色大川吉明谦真吉劳谦君子有忠吉挥谦无不利不复与麒麟利用轻伐无不利利用行师正义国明谦十六雷地狱利见侯行师名誉凶借与时不终日真吉未终正也虚欲毁持欲有毁由于大有德勿以盆和瞻真吉恒不死名誉成有欲无咎十七则雷随元恒利真无咎官有欲真吉出门交有功系小子是丈夫系丈夫是小子谁以求得居真吉谁有祸真凶有辅在道与民何咎夫与家吉俱系之而从为之王用亨于西三十八三峰谷元亨利色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干父之谷有子利考无咎干父之骨有子考无咎利终极干母之骨不可争干父之骨小有悔无大咎束缚之骨往见令干父之骨拥欲不是王后
其行高尚。十九地则灵，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贤灵贞吉，贤灵吉无不利，甘灵无忧虑则忧之，智灵无咎知灵大军之宜吉，顿灵吉无咎。二十封地官而不见由服隐落，同官小人无咎君子令，窥官利女真，官我身进退官国之光，利用兵于王，官我身君子无咎，官其身君子无咎。二十一火雷四合卦，利用玉，聚角灭子无咎，四父灭鼻无咎，四腊肉欲毒小令无咎，四干之得金之利兼争吉，四干肉得黄金真利中无咎，鹤交面耳凶，三火必亨小利贞，必其子舍车而图，必其虚，必如如如永贞吉，必如伯如白马汉如非垢昏垢，必与秋元素薄渐渐令终吉，百必无咎。一到二十二卦全部背熟了，你背熟了吗？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背，因为身为华人真的学易经很好，非常好。先不要管它什么意思，不用去管，先把它背熟先，这个最重要，先把它背熟。然后你背卦老实讲不会说很难，只要有心的话呢谁都做得到，好吗？好，下次再见，拜拜。